欢迎收看109年5月5号的港都新闻，我是黄兰君。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男子高中转型成为首座高雄市国际学校，市长韩国瑜表示，希望国际学校能作为高雄教育亮点，协助高雄子弟适性发展，让人才从高雄出发，迈向国际舞台。高雄市议会临时会韩市长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疫作为进行专案报告，时代力量议员挑战大会主席的公正，争取到10分钟的质询时间，朝野攻防剑拔弩张。台北 KTV 大火造成严重伤亡，市府消防局制作宣导短片，包括唱歌前先看影片吸收正确逃生知识，并且要查看逃生动线，火灾发生时的保密秘诀也要牢记。高雄市政府大力推动双语教育，市长韩国瑜宣布将由男子高中转型成为高雄市第一座的国际学校，希望借由国际学校能够成为高雄教育发展的亮点，协助高雄子弟适性发展，也让人才从高雄出发，迈向国际舞台。推动双语教育，提升高雄学子竞争力。五号上午，市长韩国瑜召开记者会，宣布男子高中将成为高雄市首座 K-12 的国际学校。所以今天我在此非常高兴地宣布，我们将规划男子高中逐步地转型为高雄市第一间国际学校，而且我们会实施从 K-12 的双语学校，从 Kindergarten 幼稚园到高中3年级，15年一贯的国际学校。为什么在先选男子？这是因为呢，为了配合未来高雄科学园区第二期桥头园区开发的教育跟就学的需求。K-12的国际学校，意思是 Kindergarten 幼儿园、国小到高中的12年教育，将双语教育从幼儿园一路扎根到高中。由于男子高中临近桥头科学园区，近年来人口成长，成立国际专班，未来势必成为高雄的教育亮点。到了110年，我们正式先招高一的国际专班。那么我们选用的是美国 College Board 的 AP 课程，就 Advanced Placement。我们目前在高雄，我们有文山高中在选用这个课程。接下来仁武高中今年9月也会走 AP 课程。那再加上男子的国际学校，我相信人数一多，这个学制是非常，这个课程是非常的扎实，会对高雄的学子的国际化是非常有用。韩国瑜表示，教育投资是市府政策当中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双语化及国际化。市府明年度将有96所国中小学采取双语教育，预计2022年所有高雄市国民中小学不分城乡将实施双语教育，全面提升学子的英语力、学习力、沟通力、竞争力以及全球力。男子国际学校，在。记者吴秉源、王思武，高雄报道。高雄市议会回应议员连续召开临时会，主要是希望听取市府在这次疫情提出的相关防疫专案报告。不过呢，却因为质询时间的争议，引发蓝绿攻防，二度召开的临时会再度以半天开会的时间就宣布散会。临时会开始。副议长陆淑美敲锤三声宣布临时会开始，但还没见到市长韩国瑜专案报告，台下已经剑拔弩张。民进党26个议员，你排30分钟，一个讲1分钟，是要讲安怎样交代开会尔吗？每一个议员面对各区的防疫问题拢无同款，所以主席，我认为今天的这个议事程序，舍掉没有议员的个人程序，我没有办法支持这样的今天这样的议程。所以我真希望讲，今仔日安个临时会已经超过一档，要超过一档拢唔捌。甲市长有面对面公开场合，即、這个质询建议的机会，所以我是毋是会当请咱的主席啊，甲咱的股东团，互咱时代力量有一个10分钟的时间，
会当来表达咱的民意，是不是安尼吼？民进党议员要求个别质询，时代力量林育凯则不满小党连质询时间都不给，逼得主席最后表决，勉为其难提供十分钟的质询时间，才解决这场纷争。随后，韩市长走上质询台，民进党团毫不留情面，怒批市长不进议会，制造恐慌，跟市民三个道歉：不进议会要道歉，二杯金砖要道歉，制造恐慌要道歉。那你不要恐吓高雄市民嘛，高雄市人上讨厌的、上厌恶的，就是被恐吓啊！你要道歉无？你请讲。我先提出三个感谢，感谢中央在整个从1月25号到现在，全国指挥这个防疫可圈可点。第二个感谢高雄市政府的所有的同仁跟高雄市的医护人员全力的投入。第三感谢议会。给我们市政府这个机会来向大家报告。哦，市长，啊，你要三个道歉，你有要跟市民讲无？谢谢，三个感谢，谢谢。你无要道歉，你就请谁嘛？道歉讲不出来吗？要求市长三个道歉，但韩市长硬是回应三个感谢。紧接着，时代力量把握十分钟的质询，但最后结果连黄杰都傻眼。那接下来就请市长告诉我，可不可以撤回两个投开票所的规定？请韩市长答复。谢谢林议员跟黄议员，这个质询。关于这个那个韩市长，对不起，时间到了哈，我们请韩市长是不是详细的书面答复，以及在我们市政府开记者会的时候详细答复两位议员的询问哈。原来黄杰才要求市长答复，刚好质询时间结束，韩市长原本打算说完，但主席却是好人做到底。当然，国民党团更是把握机会给市长清楚说明市府的防疫作为。我们要呼吁所有的党团的人。目前对我们国人、对高雄市民最最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防疫。我们中央跟地方共同的敌人是病毒，我们要如何让中央跟地方携手合作？请韩市长告诉我们。防疫超前部署跟国民党团议员报告，我们是1月25号大年初一开始，基本上卫生局没有休息过。大家可以看，这整个三个多月下来，卫生局的工作压力，还有民政局的李干事，还有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将近我们特别担心就第一线高风险的这一群，他们的工作压力是非常的巨大。我们为什么敢说我们很多超前部署？第一个，我们成立了一级开设；第二个，不管是针对所有相关的事情。我们都通通都是抢在前面。才一天的临时会，蓝护主绿炮轰，两党激烈攻防。而身为小党的时代力量，勉强抢到发声机会。看来这次疫情不仅打乱过往议会的质询生态，也让蓝绿议员之间的纠葛再次浮上台面。一切就等到5月中旬定期大会召开，双方再好好过招。记者高雄综合报道。关心大高雄劳工朋友的权益，市长韩国瑜在5.1劳动节特别前往关心受到职灾劳工的家中访视，除了关心受伤劳工的生活情况，也呼吁企业雇主要做好职场安全管理，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才能够让大家在和谐快乐的气氛下工作，创造更好的效益。高雄市长韩国瑜5.1劳动节关心劳工朋友健康安全，在劳工局长王秋冬的陪同下，前往探视在工厂作业不慎受伤在家休养的胡先生，除了关心他的伤势和生活，也送上保暖毛毯为他加油打气。因为高雄是劳工的一个大城市，我们将近有140几万的劳工朋友，所以劳工朋友的安全，职场上的一切的安全的设施设备，劳工权朋友的福利措施等等，都是高雄市政府非常重视的。拜托大家一定要照顾好劳工朋友的安全，安全是第一的，没有安全什么都没有。韩市长也特别指示劳工局要全力督促企业加强劳工安全，尤其高雄市工业大臣有广大劳工需要照顾，除了呼吁企业重视劳工相关权益，是否保障劳工安全的立场也坚定不变。每一个企业主把劳工视为自己的一个家庭的话，在快乐的心情之下带动生产力，其实最终获利的还是企业主本人，所以劳资和谐、劳资合作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市政府这边立场不会改变。
劳工局表示，为了保障劳工安全，除了持续加强劳动检查，也鼓励企业为劳工投保，同时加强相关劳工职灾预防宣导，并且透过开办各种职业训练，提升劳工能力，希望促进劳资和谐关系，共创美好的未来。记者高雄综合报道。为了健全桥头科学园区连外道路系统，高雄市政府积极争取高铁桥下道路台39线的延伸案，主要是由阿莲省道台28线路口继续往南延伸到仁武地区。副市长李思川利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南下实地会勘的行程，再度表达地方积极争取的立场，获得交通部的正面回应。高雄市政府积极争取高铁桥下道路台39线由阿莲省道台28线路口继续往南延伸到仁武端计划，获得交通部正面回应。在立委陈雪生召集下，与交通部南下视察，并宣布近期内将可启动可行性评估及相关作业。交通部来主动规划，来启动可行性评估。那后面的细部的规划，我们可行性评估做到一半的时候，还会再来跟市府，尤其跟我们几位提案的立委一起来商量。副市长李思川自此感谢交通部正面回应地方建设需求，并针对桥头科学园区相关连外道路，包括区段征收、道路开辟及相关前置作业等，允诺市府单位全力配合。我们用的这一个高速公路，从冈山到兰子，虽然每天塞车塞得很厉害，如果这一个部分能够开辟，当然会，这一个对我们绝对有相当大的帮忙。那第三，刚好配合这一次的桥头科学园区整条的这一个道路，如果能够延长，那对高雄市民绝对是有相当大的帮忙。台39线往南经阿莲、鹿竹、冈山、练潮、大社至仁武地区，全长约20公里。该路段开通后，北高雄地区将多一条替代道路可以使用，跑短程民众也可以利用这条道路，不必再挤上国道一号，也拉近台南、高雄生活圈发展。记者李湘龙、罗少君高雄报道。日前台北 KTV 发生大火，造成严重的死伤。高雄市长韩国瑜要求高雄市消防局三天之内要制作出宣导安全短片，让民众到 KTV 欢唱之前要先看影片，吸收正确的逃生知识，包括事先要掌握逃生动线，以及火灾发生时不能够搭乘电梯，要立刻关紧门，还有关上空调，阻绝浓烟进入包厢，希望能够加强民众的防灾观念。好友相约 KTV 欢唱，气氛开心欢乐的时候，警报铃却突然响起，正当不知所措。他说：“我在，请保持冷静，不要惊慌。”消防员帅气现身，提醒大家保持冷静。这是高雄市消防局刚出炉的宣导短片，在 KTV 娱乐场所遇上火灾，该如何正确逃生？我们要确定了解我们的包厢的相对位置，逃生的动线是否畅通。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沿着一些消防安全设备，比如说避难方向指示灯，或者是出口标示灯，这些东西寻找防火门的位置在哪个地方。除了逃生动线要事前了解，火灾发生时保命秘诀还有不能搭电梯，要立刻关门、关空调，阻绝浓烟进入包厢。第三，找到防火门后，试着推看看，确认门是否上锁，以及安全梯间有无堆放杂物。台北前柜 KTV 大火造成严重死伤，高雄市长韩国瑜下令消防局三天内制作安全宣导影片，提供 KTV 业者播放，提醒民众又强化业者注意消防安检的作用。强烈呼吁业者，如果有消防安全设备的一些使用上的故障疑虑，可以请专业合格的消防公司来做一个定期的检查跟维修。宣导影片特别找来年轻帅气的消防员担任主角，除了吸引年轻人目光，也希望在享受欢乐之前吸收影片内容，才能在意外发生时保命自救。记者李嘉龙、罗少君高雄报道。近来连续发生火警意外造成人员伤亡的惨剧，民众真的要特别加强防火警觉。楠梓区有一处连栋民宅也传出了火警，一度有民众受困，所幸警消迅速赶到，将火势在15分钟内扑灭，也把一名受困的老翁顺利救出。
楠梓区秦南路一处巷弄内中午传出浓浓烟雾直窜天际，警方接获报案，迅速赶到现场警戒及交通疏导。巷子里底，对几多少人？伊啦，巷都几岁？啊，人现在在倒位？楼顶了。眼看火势持续燃烧，邻居赶紧说，紧邻火警的住家还有一名老翁在屋内没有逃出。一得知还有人受困，远警十分紧张，找来同仁拉开铁门，直冲二楼，大声呼叫：“回家住，进来！”哎，烟慢一下。进来，进出来啊！来，太够人了！来，快！警在那一边的时候，就邻居有跟我们同事来做一个反应。哦，说那个屋内里面还有人，所以我们的员警也是非常的积极哦，就马上就进入那个屋内，然后开始去做抢救。听到员警搜救声，老翁这才开启房门，惊觉状况不对，在警方引导下及时逃出屋外，所幸身体状况并无大碍，仅手部有轻微烫伤。出来的时候可能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是到楼下才知道原来是火警的，是。对，是到楼下来跟我们警方表示说，哦，谢谢你们哦，原来是发生火警。消防人员共出动15辆车及37人前往灭火，并在15分钟内控制火势。在警方机警配合下，成功抢救独居老翁。而根据消防局表示，起火点是在一楼自助餐店，原因疑似屋主在一楼煮食后就前往二楼休息，未料没注意关火引起的火灾。记者李佳龙、罗少君高雄报道。防疫期间，不少民众对于搭乘公共运输工具都会有一点担心。市府除了邀集相关运输业者共同宣示防疫之外呢，也推出了防疫优惠方案，包括公共自行车转乘免基本费，医护人员也享有一个月的免费骑乘措施，希望鼓励大家踊跃搭乘。骑乘共享自行车不用跟别人挤公车捷运，成为防疫期间的热门运具。但在防疫工作上，业者也没有马虎，除了定期加强清洁消毒之外，也在置物箱放置了消毒水，让民众在使用前自行消毒。他不可能会每次租用之后就有人去清洗，所以呢，提供这个消毒液，让每个用户自己都可以来防疫。副市长叶匡时出席公共运输业者和共享电动自行车业者的防疫记者会，强调公车、渡轮、捷运、轻轨等运具都会做好清洁消毒，另外也对共享自行车业者提供转乘免基本费的优惠，解决第一里和最后一里路的问题表示感谢。假定又要走个15分钟，有个这个共享机车 GoCoopy 在旁边，你又可以呢这个大家这样子就回家了，而且这个车子也不必一定要固定放什么地方嘛，所以是非常方便的。跟捷运、跟轻轨、跟渡轮、跟公车一起合作，说我们以后只要是转接这些不同的大众交通工具使用我们的服务，起步费都是免费的。另外，对于辛苦的防疫医护人员，共享运具业者也推出一个月免费骑乘的优惠。医护人员只要到门市出示工作证，通过验证之后，就可以取得优惠资格。让所有的医疗人员使用我们的服务都是免费。除了今天很辛苦上班以后，他之后如果搭交通工具或者搭乘我们的交通工具，都可以免费的回到家，而且很轻松的回到家。希望他能够创造跟公共运输结合的外部效益，但是如果说他要产生这些外部成本的时候，我们就会控制他的申请的这个量来做一个管控的工具。共享运具具有24小时随租随还的特性，在新冠肺炎疫情重创运输业的时期，共享运具业者结合公共运具提供防疫优惠和措施，让民众在交通上不致太过担心害怕。记者张世明、赖昌邦高雄报道。高雄市民进入社区要减速慢行哦，因为有一些社区是临近示范区，限速为30公里。不过呢，因为这个标志不太明显，所以知道的人并不多。市府交通局正办理临近示范区的标志征选活动，希望能够以创意的表现方式达到宣导效果，也能够扩大公民参与的机会。车辆进入社区入口处有一个大大的限速30的标志，这是河堤社区，是高雄市第一个交通宁静示范区。市府交通局表示，设置之后车辆速度减慢，噪音减小，肇事件数也确实获得改善。
就河堤这个部分，因为它的这个住宅区的这种特性是蛮明显的，所以到晚上回到家也都希望说经过了周边的车子速度能够减慢的时候，来不要产生过度的这些噪音的这些分贝，也减少一些事故的发生。不过这样的限速标志红圈白底黑字还是不太能够引起民众的注意，市府交通局计划甄选新的宁静示范区入口意向图腾后，画设在路面或者夜间以投影的方式呈现，比较显眼又能够表达社区慢活减速慢行的含义。有些用路人他不是那么完全知道说他是进入宁静区，所以说我们希望透过公开甄选的一些活动一些创意让更多人在用路者能够知道说这是一个宁静区的一个区域能够自动把速度放在时速30公里以下，晚上的这个部分的效果希望能够更明显，所以希望用投影或者是说比较明显的方式可以让用路人知道。高雄市除了河堤社区加入交通宁静示范区之外，目前也扩大到三民区的宝华、湾里和本文，总共4个里都已经建制完成。市府交通局希望有更多的社区能够主动提案，打造安静安全的社区。所以说我们现在大概都是在地区跟里长来做一个沟通，如果说那个里长如果愿意去推动这种宁静区的时候，我们来透过各局处的跨局处的协助能够由下而上来做推动。那目前河堤这个部分的状况还不错，那我们希望说做了更好的效果以后，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些示范的效果，然后让各其他的里能够知道，未来能够持续的推动。交通宁静示范区入口意向图腾征图活动，第一名可以获得15,000元的奖金，征稿期限为5月15号为止。欢迎高雄市设计相关科系的学生或民众都可以共同参与。记者张世明、赖昌邦，高雄报道。接下来提供给您更多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预测。高雄、台南、屏东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4到35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4到35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多云，气温24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时阴，有下雨的机会，气温是22到33度。以上资讯提供给您做参考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福观众朋友平安顺心，我是黄兰君，我们下次再会。议会监督，人文关怀，
最关心高雄的新闻，港都新闻。别人搁咧困，阮就开始咧做事，将每一工上醒的机会好好处理，袂予人客。你若愈早来，这鱼就愈青。趁日头还袂出来进前，将讨厌人的机会处理了，这就是阮的价值。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一起携手创新局。高雄一直在变，城市的发展孕育文创不断萌芽，地方传统被赋予新文化，就连街道市井也换上新装。唯一不变的是这里风光依旧，人们生活永远充满热情。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对手大力一挥，40多年的路桥顿时化成瓦砾，告别过去的场景，取而代之的是畅通的道路。桥拆了，路通了，高雄的情感全串联在一起了。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携手向前行。妈妈说我是一个很特别的爸爸，虽然我的病永远都不会好，但是我用我的话告诉世界，我不会放弃，我是涂世轩。永远的老朋友，青年港都有线电视。我是市旁的人，跟蜜蜂同款，无眠无日来无闲。在我来讲，这蜜蜂是我的爱情，有因我的人生感觉过了足有意义。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响应响应响应 ，Go Go Go！我们是一群不向命运低头的羽球斗士，勇敢跨越自我，突破极限，享受在运动舞台上的展翅飞翔。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走在进步的城市里，我们迈开脚步，努力守护属于自己。